家好，说起榴莲，可是马上有人喜有人忧，榴莲的味道四处飘香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份东南亚风味的榴莲披萨，材料有面粉、芝士碎、奶油、奶酪、榴莲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您喜欢这份四溢飘香的东南亚热带风情的榴莲披萨，期待下次与您素食有约，一素一菩提。